Thank you.
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一个不管是这个连家荣分会，还是我们这个万金分会的这个五组的全体这个年轻朋友，非常非常棒。那再一次的要欢迎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连家荣五组分会哈，庆祝这个50周年惊喜啊，惊喜纪念。那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贵宾。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尊敬的叶如平师傅，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叶如平师傅。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少林五组武术体育总会会长叶荣恒师兄，欢迎。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的这个大会主席，也是我们这个任家荣分会的这个主席，我们的洪国清先生。也要欢迎我们的顾问，我们的郭成坤师兄，以及我们的这个许万成师兄。同时在这边呢，也要欢迎我们中国福建晋江大乌堂蔡玉明主题蔡氏宗亲会代表蔡国富师兄，我们来自中国的朋友。然后呢，在这边也要欢迎我们中国少林五组拳代表性传承人邱静娜师姐，是这位是我们也要欢迎我们郭来国之万新元国术亮师弟师姐们，大家晚上好。50周年，同时呢也重获这一个武术馆这个美的师弟师妹们，大家合力就是把这一个任家荣五组分会大家现在看着的这个荧幕呢就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个大。
主持人蔡玉林国术大师以及霍田师傅特别定制的三尊这个祖师爷啊，然后呢，经过配合这个道具师的布道，我们的这个五祖分会去参观。好，那我们这边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个总会长叶伟伟师兄。师兄，你看我有本事，叶伟伟，师傅。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个武术表演，由任家龙五祖分会所带来的如新赶月，我们欢迎杨志浩。严师兄切磋一下，有谁想要跟我们的严师兄切磋一下？有吗？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只要做一个示范，你只要站在台上，我们的这个严师兄站着，你去推他就好了，看推得倒没有？有人要挑战吗？有谁要挑战？真的，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因为呢，这个东西我们做过实验哈，你只要跟这个有练武的人玩一玩，只要他推他一下，你先倒不是他先倒。有人要挑战吗？没有人敢举手，还是没有人要理我。好，是。那如果你想要就是跟我们的严师兄切磋一下的话，待会私底下来找我，我可以安排哈。不过呢，在这边我们要先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总会熟人。有人倒。各位嘉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中国福建晋江道武堂武祖强蔡依林入山的人蔡德富，是蔡依林祖师的堂弟孙。蔡依林祖师精力武功。精通各门派拳足套路，去取江火，取江华之翠，将江心磨亮，江心研究，练无足何能强，是无足强的创派始祖。去见百年以来无足强胜。我们来到现场，为我们进行了这一个非常精彩的武术表演。来，让我们来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邱静娜师姐。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啊，邀请天外天酒家代表，天外天酒家代表，新家园酒家代表，新家园酒家代表，陈氏物酒代表，陈氏房酒家代表，以及蔡氏中心会议代表蔡国富师兄以及到台上。同时，我们也邀请我们的署理会长，我们的南部署理陈才和以及到台上。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司部业务秘书以及苏某人一起到台上。以纪念暨全国武术馆活动基金晚宴的剪彩仪式。好，谢谢大家，我们在场的各位的大会剪彩仪哈，非常抱歉，我们的这个舞台剪彩人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请大家先做准备啊，先做准备。好，现在让我们再掌声来欢迎我们。那今天联合公主分会呢，在早上的进行的啊，就是恭奉这一个祖师爷，这整个器皿，包括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呢，都会供我们在场所的这个大会结彩人，以及我们在场所的来宾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来掌声先给予我们今天台上的大会结彩人。感谢大家出钱出力，谢谢。好，我们的大会剪彩人做好准备啊！当我数到三，我们一起把这个红色跟黄色的气球呢，就让它升空。来，准备，一、二、三，快了，天哪，快了！是的，我们剪彩仪式虽然简单，但是意义非常的深厚。为了大家为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支持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晚宴如此顺利的进行。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大会剪彩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贵宾。那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贵宾，以及我们的大会剪彩人呢，请回座休息。